Yo creo que se llama eso, am de enzaco. Acá bueno, está se llama tan em enzaco. Te tengo tan evo, pues me dice, pues pongo me tan ang enzaco, am de enzaco, me tengo eso, me de ahiwa. Zona de la san de enzaco, mi chim, e ang enzaco dis, no sé, y hot de am de enzaco, pero más en ni se llama de dis, de am de enzaco, todo son ta achete. Yon danza kalengko na telam danza uja teoba hina inza mo hunji yam danza so atu tumjo tela pela toni no inza nizo manji peis. Eso macho tuma danza zo pupeng zo etso wato na am danza pela titola wemita yaso jin am dema iza paizana nja toto hina toto hina tso wato. Eso bumbun itu yang jab sesiangan nama itu ham jam tenja bumbun itu asyik ham tenja sama nanti kue ay ay sih am dalai sensan nanti ham tenja hiwa tatan evo. Tetapi ay di nampu punya mana nak mainnya nu maitan. Tetapi kalau saya ambil yang jauh jauh sehari, mana nak main orang yang boleh bermain tan? Tetapi nak ayah saya tak kuansin lah so, tetapi nak mesti tetapi nak ayat. Honjiko no enza onko no yenzumin. Honjiko no eftongo no enza zo resmo isi honja jenza kwang. Maiza hamda enza miko asane kukuro ham. Maiza honja uja zo boekot vaho toto zoshi. Teko met enza yokyo no enza resmo isi. Teko met dousun no enza fali fuzu jijin hui. No liso pan no upuneni. Maiza ate henja di peisu. Inan no dezu eno jinzen su. Mocham da enza doi bokhneni enza zo fafu ho. Ipo bokhne maiza. Inan moso shijika zuno zugon ichi a zuno enza zo. Zuga ke zuno enza zugon ichi. 我说嘛，对人家他们，阿定买单，也就带住他带人家行政院人民会。我说嘛，人家也说原住民会，喏，这次去喏，苗是那单内幕，这都是喏，嘛是人家你生那么几滴，是人家都弄单内幕，阿这次去，得那么干单，就别那多呢，那得俺们得要多是那单，就发的单内幕。
移民的行政院人民会人在原住民法律辅助专案内容，甲做了一整日的节目，人在好在希望啊，附设原住民空间，当人在法律空间人民多做这事，甚至某卖呢不是啊，可能是倒闭的人在刑事案件，甚至上面在我承认在法律的某卖的谋生的人在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用人在国家某另一个基分会某80个据点，每日申请的点单招的别墅都是你，当年我们2500位建造州专业律师。是的，没得都是路。那社会现在原住民，让他当那波，他们现在没得都是路。那的黑现在都是当那，他们说不天不坏的那时间，他们那波没说买着的那什么都当那哈发那现在红光幕后，他们在不信那的，他们现在不在多这些现在安静，有那当那波台做的现在，当那多这些或者做说一半啊，台做那百年不是现在吧？因为啥？他们当那现在免费和都是那的，在都是那里。所有的一些法律需要的一些专业人才需要的一些咨询服务的部分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做一个法律辅助，那这样的费用告诉各位我们的族人同胞啊，这都是完全免费的。把那么老师周红就向我们等在同个人在那什么一些人在检察官到别人向我们等在做哈发哦，好，那么跟在做飞人在传票化，根本说多多这些，我没有，那么没有什么等在那什么一些人在，那么我成了法律辅助基金会把都送了你，我这个现在我现在我们国的原住民，我本来就咱们在一股股做，那么这边人在申请的单内部，作为那法务会的律师的向我们等在背了哈发书，啊，等于也是不到大致之后，我本来就咱们等在同。那么，这法律问题，他们上面在别的地台，你们等在没得读书路，买张，你们等在牙齿，得了，他们等在骨骨肉，那么买只教室呢？他们没人在，没有什么等在财团法人和法律服务基金会的网站，把这边人的奥什么东西呢？阿爸也不准了，便宜。很多说买一张呢，是中国苏州原住民。他们在倒闭的那他们等着，阿多他们在建造，没原来当那波，他们等着，很这个条条发现那说魔术，特别来人家都是你，买很多他们等着，没呢，人家条条也没，他们等着就都是那么人家入门就背书，很这个他们等着也没，特别人家都是那么人家你入门，而且出一说人家先给付，阿们说多少人家之间呢，还是人家申请的那波，他们说爱点你。用大人在省给副大人在各人工的言行处，我在上大人在把原地的那么大人在读书的那波，没有什么大妈们大人在中低收入阶层的面积，莫买大人在莫用大人好，哎，是不是？我们住宅在满7年以上，意思是说要旧屋子哈，我们7年以上的住宅哈，那我们的有一部分已经损毁不堪使用，那包括了我们的房屋的屋顶、天花板、地板。墙壁、厨房、浴室、卫浴、哦、厕所、门窗、哦、集水、排水设施等、哦、我想这些部分已经毁损不堪使用的，皆可以来申请补助。那补助范围，我们额度大概是10万块。那的遐多数的人在么？移民他们在集资费空间，人家没批经验吧？下次人家别了多心的单一户，而且之后得别了多你们在你入门啊，等于用的单一户，把那很多人在干给。我买在现在做内幕，很简单的，我少那么在别种的动手下，把那么在我们店在买卖金毛和店在没那丢掉伊。那说牙齿和我们店在楼都丢了，我们店在牙齿在怎么？我们店发那第三面店在做内幕，店那说买在倒闭的，我们店在阿都多么金毛，阿就之后用那单的店没申请了，我们在入门。那的每人在每家都是建在做的，每人没有什么单在乡镇施工所和申请，或者说的没有什么单在地方政府和没有什么人在做原住民行政单位把做这边的单买在自己干，阿爸也不赚的便宜。那台北市人民会买单的办的项目单在，每人需要他们单在都是的单在熬得吃，办台那边那不要再说要建，我说买着么都是会没人，原来怎么不是？而且只能点赞的要建，买么点的别的都是你，哎，现在我国的原住民，真的非要去的别的都是那么在3500元，因为我国的每人买着点赞都是会原来怎么不是？点赞要建合作熬得咋？因为政府点赞在多年来只会点赞马面的我国。但是不要，但是他们的黑困难不能点在别的都是你的买单的，而是能在6月30号点在开放申请。全部都并到教育局。我在说，几个国们点在台北国际贸，阿都东的经贸项目点在阿都真好。因为台北可能102年的原住民家庭。
儿童托育补助实施计划，那些当面当然要去多呢。黄金的怀念的两个在我国，真的费用得比他多那么8000元。黄金的怀念的托育中心还要建，真的费用得比他多那么在6000元。一年级、二年级得比他多那么在4500元，三年级到六年级比他多那么3500元。啊，等于用单子，台北市人民会帮他不要找的账单子，都是为为了莫不是黄金每年那要建，得比他多那真的费用是3500元。这个在寒暑假的时候呢，有些幼儿园它有一些收费，大概在3500块钱左右。这一部分我们今年也修正了今年的计划，我们把这3500块钱的补助纳入我们的补助范围之内，哈，那就最高额补助到3500块钱。那如果说收费不足3500块钱，我们就依据实际的收费来给予补助，这样子。以及大石标单在台北市人民会啊，只能在2013年。那么用单子第一百户建在原住民为14853人，一年的总那么申请么758件，而且这条是赔什么1600万。阿三呢，这是我国的申请，点了三点子。我国的原住民，没那么的阿三三年的台北户，点了那么的六十有什么动手哈？阿弟我们说那你塞，还是在岛边的单的？阿弟那是马美的我国，这是阿三三年单子台北户。也只能么那些条件倍数，只能符合阿弟上面多少人在80%。二是呢，一单子中央主计处和税收大件的倍数，我20256元。把那么中间某人这么对建造恶果，若一说一诺诺人在排往现场，没得带一把火，等那上等人么分了倍数带么，等那上买怎么分了倍数带人在怎么不晓得恶果，只能分回来人在5000元，要么买在没上等人，是不是？而你们现在道路没上等人给带住，对我们的生活啊支出有所帮助，减轻我们的负担。那还有就是小孩子到课后中心，我们也很放心。后面在本个莫使用单子啊，分来一来，他们单子分了倍数，么只能费用么5000元。啊，等于这个申请的时候，台北市人民会那些都是到我国，他们的多年们在3500元，只能费用这个作战对啊，分了么在1500元。华山的做单子的倍数，那也是我国的这本莫使，把那两双单子熬得吃，阿爸也不准的便宜。我要呢，第九检查明德理中，把那么一么检查么，莫不说来检查，又分了检查恶果。因为当年说马美兴的安检查，阿么三安检每秒的莫不是检查恶果。阿等于你非单检查下每秒的莫不说大家不不呢，阿特别安检查倒闭的你怎么安检查？用的国家阿特别是每秒的莫要，也还是倒闭的人家世界安检查每秒的莫买检查恶果。买只好处安检呢，阿特别就是安检查莫啥，我是那保护安检查，没那那莫不是。哎，莫非我也是富士的陈若贤？该不好了，但莫有也打富士，那他也是做几笔生意。我阿弥达阿小人弄的莫是，明明那他莫是好用呐。莫也那么用只用，个阿弥达又不能背死他多么。没入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一打生意，我那他妈个这也莫买自己阿奥斯呐。要一直跟自己讲说，我一定可以，就是给自己自信心，这样，不然你会很容易就放弃了。妈妈、爸爸他们的期望里面。没有没有。哎，咱内部去都莫不是治疗医生，阿会侬个咩日帮侬侬得事，阿在维族咩咩日内莫也答复事，每日又帮侬第3届国际技能及 best 他们，好在那侬侬 feel 去，在那在内来比起内德国和又不叫少，买着每日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好都莫不是，买杂志都最早呢，不为己，若我督促每日谁个买单呢？瓶颈就是可能一个地方卡了很久吧，就要练。买着一辆 Mops 的观光科技理会厅，那他的马威呀，俺们等我小号呢，莫等阿辉要死不得，胡子嘛是要死不得，不为只要死不得的马威呀和的马沃纳，你莫打如落个赛，阿达贝是非难的后一步打全国技能及 Best 的项目，后买有那么阿达贝是那么的用过，那都算买单诶，咪大大的那储备国手，没那么多台科大。你好，最后一送上的是甜点，火焰水蜜桃。每次哭完的时候就会。就是冷静一下，然后就是告诉自己说，就是自己已经投入这么多心血跟时间，还蛮开心的，对。然后就是有想说，想要去读，就是外语系。
买座的米大移民的澎湖及陈慧文，义务不达全国技能及 Best Tom No Fus， 买那么松那吉永国，买座那国立大学，买了样子奥斯那后米大毛毛那一毛，买座的拉到内部的毛不是及邱进春，不拿费那不阿亚伊罗 Fus， 买座买有那么松那吉永国，诶，明德女中吉拉的毛不是那芬那，毛埃莫那么买了那国立大学，诶，毛埃莫吉学士，阿只哦阿拉买了的毛不是吉奥国，阿因伊明日外面那乡。你妹妹如何把嘴边念你？红吉拉比多多呢？不拿非拿下妹妹了，买着曼尼那的白拉吉米亚去教你，因为平时也冇带入带。연다지간다호사대단아이디문안된점이나아이봉에서운도가이답소송하나아저씨안된자은행의무희와이노조안된자점지우부이나단에보미안된자댐바다조모고소진자민정허거장이노양칭이대단어에시다든아웃나我们阿里乡所有的乡亲，由于乡运一直没有举办，而且在赫伯台风，我们乡运的总会运动场有部分缺失。我们在运动会以前，我们尽力的将所有的场地能够完备，参加所有的乡亲以及运动员能够有比较好的感受。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参加乡运的各村队成绩相当优异，全部是破纪录的，有11项，我要恭喜这些破纪录的一些选手，也非常感谢我们前乡那么热烈的做一个观众，纵然是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我们所有的乡亲都非常支持我们的乡运。대단한어암단이나관심나베스트통을다내보이미지말단에스즈다3月25日내부소시안나대베스트통을다치엔다와시부주기화주리전才第一名金牌单 S 字打3月29日，乃屏东县政府文化处 The Best Totem 的现在艺术创作者展览增建活动。第一名金牌单 S 字打4月14日，乃台北府 The Best Totem 的现在儿童创意绘画比赛增建。第一名金牌单 S 字打4月15日，乃首席瓦纳达森林游乐区 The Best Totem 的阿里山花季。대단한어애자관심반응때문에나의자우자희어와대단한아이디어니新阳生科有限公司대미민다业务人员모용다마이바이대모르댄바다林小姐，一生汽车保养所대미민다修车师傅모용다마이바이대모르댄바다黄先生，新港轩食品有限公司的秘密打门市人员，我用的买卖的没得买的庄小姐，永盛瓦斯器材有限公司的秘密打生管人员，我用的买卖的没得买的田经理，台立嘉士五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秘密打业务助理，我用的买卖的明雄乡的没得买的黄先生，正群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的秘密打剪线头作业员，我用的买卖的竹崎乡的没得买的杨小姐，民中车工房的秘密打修车学徒，我用的买卖的中埔乡的没得买的嘉义就业服务长，辉达加油站的秘密打洗车人员，我用的买卖的中埔乡的没得买的嘉义就业服务长。대단하아까메스나또소원하다또오신이바호워웨이아직지금파파이다답수성을라그나이시자나때문에떼어오나다여러분들은
目前我们的中央的是不如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刘立柱我们的会和入境的和对的和中央我们的护照是有的一面的单位有的你有的人在卡塔我们的特别有的人在卡塔因为卡塔有的人在白王人在刘立柱我们的我们的人在有的单位我们的说美美的我们的人在台东人在文创而且之后我们的说我们不是不被我们的人在有的我们的人在哪里其实现在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场域的空间，有80%都是要靠这些做琉璃珠的妇女，每一天每一笔的交易金额省下来，来做这个营运管理的一个成本。好嘛，那边在有年一波，啊，这次去啊，等于年在中了飞鹤，来年在莫飞了北上那么10万块，有年在莫的台糖机，年在一个了单一波，啊，等于说电器会出卖年在，啊，等于明年在莫打说没有说年在，没有那莫说明在没有背书，我跟你讲年在别来的台呢，得别来催命的下乡年在低头，啊，等于留得住，俺们的说外面的木住，俺们的什么你各个呢，啊，莫没年在，我是年在要巴适。我们的工作不能量产。如果你能量产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到外面去销售。啊，它又不能量产啊。租金的部分会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压力啦。啊，这麦当劳台东拉千只另外一间居民，那这三店家吃为什么不租？啊，这到琉璃珠、叶桃片、木雕编织，啊，这只黑木买一只，俺们的阿姆三妹两只都只可能只给盖伊。啊，等于说买一只背书，俺们店家木买的，各个的师傅都木上店家一滴，因为零售黑没有选店家师傅店家，都木上店家外卖来店家，另外一个原住民，俺们阿姆三多少斤的也翻了。这个厂房是4年了嘛？那先前都是一个小空间而已。然后我们透过活动或是透过聚集，其实主要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间会形成这个厂房的原因，也是在于说很多工坊他觉得他们的东西很好，然后自己的文化也应该要被重视。你等一下，等一下，林秀黑，若你不要再按照卡他。文化工作室，我是买一只，我就是把前面那一只嘛，就这么的研究，嘛个一只被他骗你，嘛个被那一只把所谓那那么的一只，又把那都是路买一只，么买一只，用大家发那这些，嘛个被他 ID 那么子么，俺们的么买一只，好像你老不死，俺们的没那一只被他偷你，而且只能有把所带一只好啥，阿外不准你便宜。我有人在格林哥，俺们的说什么鸟了？俺们在那弄美美的，某某在那嘛就出嘛。搬到俺们在那，俺们在美美的，某一个发土鸡毛一在那，我可能阿米斯间在正用多，得到来的其他以后啊。
阿妈妈跟着视频里的人在有你也晓得真用多，一点不。没想到人家三十年后面的人在也晓得买着，因为说无锡那些都买着发发多，阿们人家么都拉多人家都是佛，我那无锡么买着了，但那是人家翻译的人家莫名的便宜，阿定买单个一大张单家，带出来的时候瞄上了原住民买着的阿们单家的他买着有。以前的时候我都做公益啦，我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那我现在就比较趋向于想要创作的面向，用这种创作的理念，一些寓教于乐，不一定这东西看不懂，可是你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时候，会呈现一个教育的目的。阿次伊米丹在阿米斯尼亚的地区吧，我用说吧，欢迎在和哈莫，欢迎在奥多利。阿次伊米丹在正用多，伊在调调伊。伊米丹莫买伊在，伊在阿姆达拉贝拉在，伊阿姆丹在，当然在美美阿的某某伊。那这三丹在哪里的丹在发多？班德莫的什么伊在？伊在阿姆达在达德克在那。我用说吧，丹在阿米斯，后面在某买的买伊在，伊现在那贝拉都是丹在有巴斯。我倒不认为是说饿肚子，我认为自己要真的要努力，要认同。我们自己原住民的一些很特别的那个味道，如果你把这些味道如果很凸显起来，我认为，收藏者还是很多。不过第一个要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原住民自己本身要的是什么。冇得啦，都咁等阵啦，我后面去现在也休啊，等于暗中得三等阵忙，伊他妈买只钱，阵忙买只发度。那咁等阵啦，来后面啊，个个人会装用多，等咪等下，咁等阵行只，休冇买只。很多同胞一直在从事木雕，我是想用石雕来用石雕的媒材来创作，原住民的东西应该是可以的。也看过很多别的国家也是用石雕来制作，当然如果说用石雕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我用这种方式心态去尝试。哎，那咱们等下改不买发到去，奥什那等你。俺们等咱们等下飞那到等个等你好，而且第二天那到在休啊。没得米等下就买奥什那原住民，对不对？但奥什那买等嘞，俺们等下那路我到底是休那咱们等下啊，但是啊，差别了在休那得到在休啊。啊，但等于得到俺们等下牙齿米到牙齿做原住民的等你，一等下得当真下，但得再是俺们等下把前面那买米的暖了去。奥什那各国那买单的当真下休啊，阿爸也不准的便宜。作为那早晚段啦，俺们那人家宝宝吃的那人家牙齿也磨没进去，我说说买针的人家还花么多，还俺们等下把前面那人家吸住。还有人在以后说的人在好好吃的，一米的人在就九分的一起花吃的以后啥，你要找他们的人在外面的废物，因为每一家有别人我们的人在那，那我们好么没每一家人在废物，啊等于任何一米的人在谁家做的吃瓦多那，没有他们的人在那，那瓜都无数，啊等于我们的人在爱惜啥，每当哎，因为他们的人在不吃他们每一家人在呀，说起吃瓦多那，我们的阿那么啥标。伊咪等着火烧的土呀，就一诺就阿伟的本事，多得就是等着妈咪开发和八十块钱，阿们等着妹妹等着耶稣，每当个得到红个也是麦不通的等着做瓦断。一诺好好种等着做，伊咪等着风花子等着安慰伊火烧。第二次别了 ，ID 是说我们等着丢掉那废物，啊等于我们等着毛不进在院收了下，忙的呢，买着毛不那等着下我们。比较成熟的工三枪，他是做皮帽刚刚好，哎，鞋子，做皮帽鞋子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做鞋子，他可能只有一双半啊。这样子，做皮帽，然后像山羊的部分，它比较大的话，因为山羊是母的比较大，如果你拿到母的，大家都比较高兴，说哦，可以做，就是披风，对，鹿屎也可以做披风，但是太宽，如果不是150公斤的人，皮裤大部分就是用鹿皮做的，因为它比较宽。那基本上，一个完整的宽一点，然后再修的话，还是鹿皮最适合。哎，现在米那亚建造做废物，买咱们阿姆登站，我住，等阿姆登站，我现在丢掉以后，转站不会去。因为方法有两种，一个是插这个，直接用竹子，然后绳子绑这边，就
这样比较不容易撑开撑断，因为它这样的时候受力比较没有那么细的。动物拿回来以后要先把它解剖，就是把它的皮跟身体分离哈，然后分离完以后要搭依照那个动物的大小要搭个一个支架哈，你要把它撑开，因为动物皮还是软的时候，它还是活，还没很硬的时候，它可以把它拉撑到很大，哦，所以这个原来是没那么大，是拉撑以后变那么大，哎，但是这个拉完以后，拉成这个以后，因为你在剥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些比较厚的那些肉哦，会留在上面，所以说拉完以后你都要把那些厚的切，像这个都是已经被切过的那个。就是原来是肉比较厚，都被切过的痕迹啊，哦，它这样才比较也不会容易臭掉，因为它肉没有了，就不会再有那个肉的腐蚀味掉哈。一滴烟渣飞舞后，下代新家西加古吉的下代烟渣西和小新的你，阿丁一点那说把飞我们你，阿丁一很久点代烟渣，我们买了丢掉伊，等那是那阿那等那别的地台也飞。这个摆在下面这样。因为它是圆的，对不对？你画的时候，它那个它只能切到你有接触的部分，就不会被切很大的口。如果你们用刺的话，不小心那个整个刀进去的时候，孔就变很大，就裂开。所以说，它是把这个撑在下面，像画一刀，画到的就是这么一部分。因为它是圆的，所以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因为它是圆的，所以它画的部分。顶多可能接触的就这么宽。那下现在就特别和大家在做元素，他们那个影响的下，我们的东西绝对现在也是。不是每一家，他们现在你在整理下他们在，那么就上现在没有一支元素，免了上现在我们还能不能回来那支元素？尤其这个动物是年轻的。它皮的力度硬度不够，你拉太撑的时候它会破掉。我也是半个例子。对啊，所以太年轻的不能拉，我们就干脆做食物了。太老的又太难拉。那就要出力了。我们宁愿拉老的了，因为年轻的太容易，像这个，如果是年轻的，它已经裂掉。一是专门等着丢掉今年废物，买着是专门等着做把后生的你买着等着专门等着丢了，我买着的专门等着别了，也是木木是好，也都是新也是福气，把祝福给阿叔叔。原来那个还没刮干净的，你还是要再刮掉哦，像这些就要刮，把它刮，这样把它刮掉。要把它刮得更平整哈，要这样，要刮，然后这个毛也要把它刮掉，嗯，那就是现在的人有的不用刮毛，那是可以的，毛刮掉，刮完就是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原来是皮的，这一有毛的那一面是这个，哦，没用的时候还有分。它们两边的皮都不一样吗？没有用的时候就没有分，不要这样刮，会容易切进去，一定要这样。对，这个是刀的方向还要有，对。你刮得越干净了，揉皮的时候就越软，越没有那么吃力。刮得越多就。揉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比较轻松。哦，对。所以这些剩皮的话，如果拿掉的话，就比较好嘛。对啊，就这些。所以这个步骤一定要做，就是。对啊，对，这些都还可以煮啊。把一只只白燕子走到丹尼波，把那那三等子马尾鸡把伊买成么小，阿克么三等子米鸡不能燕子飞舞，阿克么三等子白小鸡阿们等子丢掉燕子亚啥，伊拉这就真的燕子，伊弄亚啥，他们等子奥数数专门等子说不好意思就丢掉伊，买到燕子哇好麻得呢，阿擦别拉丢掉燕子么就做嘛，阿擦燕子把酒喝红酒的燕子，好耍红酒的燕子，是不要得酒，冇不记得了别拉，有啊。太想吃肉了，已经很久没有吃。
披风的时候会染到血，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塑胶袋，那个动物都直接败在那个背带里面，血会流出来。这个它的，所以它的功用很多，除了帮你掸血，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披在地上当着睡垫。所以它血沾的越多，它会越红越黑，表示那个猎物厉害。对，而且它会恢复到又厚又硬，会血在里面防止渗水啊。所以原来软软的皮会越变硬，越又变到硬了。对，现在比较柔，刚脱下来的时候都比较柔。所以以前老人家是刚脱下来，要赶快刮毛，赶快拉。我觉得放越久会越硬。一说飞舞的人家不多，特别来一名人家辛苦和帮人家刮我们的脑，而且如果遇到不好的家族不好的事，要结束以后要重新开始，就要一定要有松鼠开始。因为松鼠是祭物的女神喜欢的东西。祭物的神喜欢啊，所以它基本上是，而且松鼠没有胆，它不会乱吃，它就吃的比较干净。所以说那个是新的年份也可以挂了。我说了，我们在罗马人的黑带基因在阿巴的平时，每阵尿不湿，莫得了，上阿们的基因在波波丘的在亚沙，阿丁伊莫得将的在沃比的河沙。我当天早上吃，都就是他妈没有意，买着嘴巴别了，把手背也当天早我喝起来，人家也晓得做瓦断。怎么那么笨，还在那么辛苦？但是这个文化的部分，就是要笨的人才能继续做下去了，哈，对不对？傻傻的做啊，聪明的人都是买现成的。我们笨的人只好按部就班，遵照前辈教的，继续把它经营下去，哈。A 是做吊带金子，也是做飞舞，对吗？暗金子，最的出没的那买着的那件奥数。酷，下个山，就是这个山。当做后面的刹车灯。下个山，就是这个山。警察别被看了，笑眯眯。我们来的单子做飞舞，第三单子也多呢。米好来要说，米好来没单子去。来挥挥手，挥手挥手，笑不笑笑？亚沙，伊米达因扎做妈妈们的暖暖哦，用达因扎不碰的现在被他怀念，我们一扎的阿达因扎被他我们买了地塔，阿丁伊米有三达因扎满起笑啊，用达达尼沃的那特么是米有那三达因扎奥数数存在我表，特别了吹微，诺伊好沙达因扎做好好整个阿达因扎阿姆沙简单，买只些阿达因扎我喜阿只达因扎，喜阿达因扎亚沙。我记得三天在杭州买卖肉，买只阿特罗人家白外么买只煎炸，以后他做阿段了。阿位北京的王志明阿里山采访报道。得到那伊万那也送我那的多是你话好我为。Tuna sa ulima wijay pananya kay yari pakibukito yano kapita kita na dano man na yatay wijay pananya kay masinyo tapatini ayok na umata na ya wijay pananya kay
现在我的新闻单位，我的那外事单位，我说买菜是不是想那？那不不呢？没做上单子，不不呢？俺们什么都那没单呢？我们就买得到不呢？啊，等于说大家之后，我说都要和你交。我说买菜俺们单子没有因为的交呢，他不想那。那说过那贵一很久的，俺们都要放在西亚山上那，有你现在流干啊，对啥？单子没留着哦。这种单子用的说过后，那就他妈单子没那贵一。因为我说三月十六号。俺们都是跟着学学，因为这部车来年在里面基本么？咱们等上我过去，还是吃的那部，哎，俺们在那山上呢，俺们在吃那么人得贵哎。每当俺们等在教室里在那样弄，所以呢，上过了的不是说俺们等在，而是你说人家不呢？俺们都舍不得那么等在不上，俺们就不摆到那不呢？因为生理有的吃啊，吃人家都是比较贵，俺们等在硬争着。把那么哈佛人家米就做摆到大卡大佛人家做，不摆到俺们等啊，人家做做摸掉。每当哎，不是俺们等低头等在接驳车，而且呢，有人在下吉普，不是俺们等在等一把，不是俺们等有什么都是那个贵，没下吉普，俺们等在那那打车去，啊，还没个车位掉那么几贵。我觉得动线有点慢啊，觉得动线蛮慢，因为一排就排了快一个小时。可能就是有一些标示啊，还有一些规划的部分，然后还要有一些人员做导引。明知说的暗电站都是给人的装电站的，就能出生的暗电站什么那些贵哎，因为阿管处每当暗电站。啊，这还在不断的做，啊，那做那些，就咱们店家那里一千万的买的买买，那在咱们店家现在不多，是弄个的就买点早做。啊，等于那么说，哎呀，清明没有，还是不断的。啊，等于还是吃的是酒，那不香啊呐？我说买一只咱们店家没有那管制，因为店家说过，那33公里一下差不多，没这贵好哎。住宿单有没有？如果只是要玩的话，要坐些火车。啊，富士山在对河里去哦，移民人在做，姑娘到乡下做人在做，走上了一起去。啊，这村老公的贵，等到上大一点了，得可以。你见着刘刚，我就得买着，得可能如果带没那贵好，我那不晓得呢。我们小孩子东西比较多啦，对，就比较方便。那今天这样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方便？不会啊，不会。对啊，开车这样子省得不会累啊。以前我们等着把内珠和等着做贵啊！把那么等着嘛，我记得都很我们做女佣金，你叫我们得中间接驳车啊！等于叫你到不是什么那，你要上等着是什么呢？啊！等于我讲现在做吉普，他们在我为买着等他们等着，你开那一部现在摩天下吉普，而且车我们要等着我便利，我们等着我可能贵，很想等着包的包，我做啊！而且车说明现在叫呢，我买着等着音响，而且车公路单位现在。我也不等你，我买只以后就把我说出来的黑暗点在明明没有，没有什么买只等暗点在明了，第二地方都是不大，阿爸也不准了便宜。哎喏，大家喏，建议来人家一卡通，我说买只的这暗点在没，那么再费他大家哦，哎喏，大家买单哎，阿只只黑暗点在明了贵，肉那买单哎，人家国家出的这暗点在阿会没的，我带人家台铁明了得来人家电子票证，哎你不那旧个出阿只只哎人家西部干线的这阿才人家被他地他，这就对不大，又有卡好又办那旧说。俺们山的马吉米和华为电站接应站，对了，就某个说电站台铁高雄站，每在说高雄接应，或者那台铁，俺们说多的是现在吉普西国贵咯，南点电站没吉米吉普，俺们电站说都有那时间。你有时候赶火车，可能买票火车都没有赶上。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是还好，对啊，如果你赶时间的话，统合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
啊，就是吉普安定站不多的是去各个门站，我为建造各项安定站的话便利。不是每站不提前把对不很的安在施工车和公共自行车，有等在阿邦的五等在高雄捷运，有等在一卡通。不是每站，如果讲就等在每日末要等在达高，甚至说嘛，我们等在一卡通，也就每等在一万不等在台铁号，五等在台铁号，你们。五月份慢慢会上线，相信最迟到九月份，整个西部干线我们的一卡通。进到台铁的闸门，自动收费系统它都可以自动收费。然后高雄捷运公司，我们当年他们等在面前，摩美等在一卡通票证公司，好吧，我等在金管会和北京山的你，大家早上来咱们那小啊，欢迎在买一个 L 巴士。啊，等于说呢，东川了不起，然后南部我也是专门带来的，他现在悠游卡，对不？可能在打高了，现在施工车，而且只有那台铁一卡通，得专门等在办的给我说。那剩下。高雄市公车呢，也预计在今年大约六月的时候可以正式的启用悠游卡。那我们预计在年底之前，从嘉义到屏东这一整个南部区段的台铁也都能正式开始。A 区就亚建在悠游卡，每张我们的3500万张，啊，等于我们这320万张，就用在一卡通，每期对朋友等在为了多不是会在在我国。啊，等于没有说现在做一个肉现在，俺们的麦当安怎么上现在？啊，都是为了等在电竞人在进步。啊，等于还是按照大股吧，啊，俺们等在摩托电车了嘛，你那电车等在做进步好，啊，给现在要巴士，啊，把一百张的便宜。杨丹扎文化部办的杨丹扎，每一年都需要建造金水奖。那当年不和颁奖典礼，也说大杨杰杨丹扎，另外一代 A 个建造入陈杰尧，我们的另外一代杨扎加入基本奖。哎，妈妈这自己做，不是符合哪爸比干的你。哎，台北用的三个组过年之后 ，Best 都同我们打101年甄选优良电影剧本颁奖典礼。啊，之前我你遐个用叫过，不是侬 A 干，那么又不叫说。Do not feel 如何第一杯呀？第哪一把一杯呀？那么你如何知个？怎么每日有没有记得不是侬 A 噶？可以咪单诶，好做一杯呀？那么各个怎么说？我们记得不是侬 A 噶？好如果个那么没有侬佳作剧本奖，那亚大大样子成绩要记得不是记，只要我长大，一时眼看诶，我个侬好傻啦，也不懂得谁个做买单诶，好没有打佳作奖，一代在单单在打不是得贝拉杀心好吧 A 噶？高兴就是评审可以看见这个央视原著名的剧本。那当然，因为前一个剧本《不要月光》也是优良剧本的那个就是也是有入围，然后也拍成拍成电影。那希望这一个也可以赶快把它拍成影片。那么做你今晚的剧不是侬 A 家肉上的那一边，也是不是拿来安本本苗一大 A B 和遐谁家做大妈做做，那那么那大谁王那好不啊？没有那么优等剧本奖，因为他们买在爱在做 A B C 做阿叔啥 I D A 阿叔拿他做。上的那一边里面，除了有触及到原住民的生活跟文化之外，我们还去比较深入探讨这个山老鼠跟盗伐林木的问题。另外还触及到的就是环保的问题。伊是做数十百人台地，阿是那都做，那大也是。第二把杀心诺伊个，把波东公的南波波气候只要打 discover， 因为表示也冇带入台。阿达维的新闻，阿姆丁扎州，得到那托达里也是阿姆丁扎，阿姆都阿姆吉恩扎好，国家改革，那那当然不阿姆丁扎，阿维维州阿维不真的闹。309的飞河大游行，
主要是为了能够终结核电。整个台湾现在大概是超过五成以上，它是赞成停建核四的。蓝屿的核废料里头，确实有一批难测的核种。当年所谓的低阶核废料，应该是夹杂了高中低的不同程度的核废料。站在蓝屿乡亲的立场，既然是非核家园，那应该也要把这个部分纳入在这里面。什么人过地人一说？新发起阿拉芬都过阿达达阿哥，土路都阿里拜，过瓦哈阿哥，马萨玛奈马萨玛奈哈基亚。阿哥阿罗罗，能能个向侬马基说，侬古佛把咱个好。嗯，嗨。嗯，然后我咪等个爱过哈基加阿达达一说，阿哥都个大佬。Duduan ko suwal hato kakumando sa payo o mama alahto umi lengaay ko ninisaka o kakinsaan ko mingataay i chilahokan. Umingataay tuchi hakikakay Tawuway a mahlinga sakang umamikinsa chinglang. Yomafaha haw i hakalong saan ko faiking a masadak na ingapa ngusot to makfer i fali-falian mata maha ising hayata ngayen ko pinangan puutan ko ngapa ngusot to faha ano rari saan ko faha caruhin atela pa ising yo mahasub ko faiking a fali mi pawawa i fala mi sengak saka ka inga ayay ko kacifalian Hatu malikatai, tak maluanku asasa. Wawa, maafkan atu kamu. Umatalawai tu cilar ko Viking kia. Hai, umaulahai tu tak manai a maurib ko Viking. Ularumak no falak no tamzau, ukaulahan no Viking a maurib. Saka ifalak a maurib ko Viking. Kamu tahu? Una fala no tamlao mata tulung ko arafaf ko roma to no mita kuni ano malata fai i maalda fai aroma mata alif ko faru atuki hau i ano mata alif ko sepat apur ano tuki kahalafin umama sengak tingra hachuh Wah, kata lawan. Ising, ising. Nau iro imati ni a kapanaan ko kasi adada ni lahok. Away ko pinang no kasi haikikak to ayaw. Umamasang nga kita haw. Masamaan i mati ni. Maan hantu numita. Panayaw, aka to karoraw. Tsay ko mamadanga ko mitofingay at tamdaw. Ano tangtek ko tirang iso? Saya ko mama filo no Viking kiso. Ano dalang sa kiso? Saluay a michumol ko adada. Saka mapolong kita a michosa tangay ko orib. Wawa a mapolong, mapanak ka mo haw. Mi padang ko sevo to paralilay a mikapo to adalay a mikinsa to tirang. Hi, maanhan nita. Pasifana en ni faki kamu. Papa na sao? Ano ira ko sa patire patire to sapi pa isingaw na ay at sa ay pa atsa ko pa isingay. Matama ay singhaw kumisualan ako? Wah, moto mafana ay to kiso. Kangoluan sa. Singsi avaki umaan kuyatos hananay. Ah, umipat lang ay to aroma na ay to si atata ay kunini. Iraho kuruma-ruma a pinangano.
我做人的师傅过几多东爱啊，把台拉多十八幺一路嘛，哈多咪八幺啊，古曼多十八幺，我阿爷爷多十八阿达多哈吉嘎古尼尼。哇，这个伊拉古妈咪巴当哈多把西阿幺多哈吉嘎嘎阿达达阿古，我打打打个阿爷查。Mangalay kaku a maadah ikur hawi u mamipadang kaku to atadaay malzas uya mipadangay ku pipadang ako. Ayay awawa kiso. Makana to kamu?资料格式不一，重复输入，手动比较，真没效率。SDRL 是可延伸企业报道语言，透过对数字或文字贴上标签的方式，使电脑能自动辨识资讯，就像是商品条码。国际统一财报语言格式，跨国运用更便利。认识 SDRL， 请上台湾证券交易所网站。视野比较不一样，然后思想也丰富，不说他们的手巧，经验也多。透过这个不一样的南岛当代艺术，每一个人都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可是艺术家来讲，或创意工作者，因为社会的生活习惯跟传统的习俗不太一样，产生分裂这个状况。可以看到，面对这个从大地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变迁，但它并不是处理非常粗暴，或者说很直接去攻击这个政治染指下，或者说政治干预下的原住民社会。艺术家他可以用让人家会心一笑的方式，而不是用非常政治的语言，不管他的荒谬性来讲，或说他这个冲突性，虽然我们可以一笑置之，去提醒大家，其实这个是有违过去原住民的传统。有了原住民的文化和艺术的丰富，南岛的当代艺术不能忘记，也不能不去体会。到底是不是直线前进？那小朋友呢？只要你能够把田拼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我们红木是怎么做的了。
生肖啊是对大自然上好的回馈。甲我人离开这个世间，渐渐咧留五十万生命大军，伫这个地球上，我希望大家拢做伙拢来敬酒。马里马里马萨鲁迪亚根。